放工落水仔啊，唔想煮饭食啊，今日来全鸡客家的 restaurant 食用豆腐啊，即系干啦，叫订三门，直接去全食先。咁好食嘛，我用豆腐，食用豆腐啊，爱瓜。椒豆腐、笋干、水饺，一只菜色，简简单单一餐，阿妈也是啊。吃饱了，阿妈也唔得吃太多，简简单单就吃几天就好了。全鸡啊，客家的多人吃用豆腐，人家用豆腐一天用九钱，吃八天。吃六条，二十菜，有温开杯茶，三岁九百，好了，吃饱了，赚了。